原标题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新番的时候，就抄这260个字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祖孙三代皇帝都酷爱抄经，尤其是乾隆，政务再忙，抄经也不落下。一部260字的心经，他抄了无数次，装订起来有700多册。乾隆手抄心经，佛家认为抄经能断杂念，减烦恼。心经作为佛教的第一经典，260个字，2000多个笔画，笔笔都是修行。今天我们给你推荐这套手抄心经礼盒，它由文创设计品牌悟道和颐和园联合推出。古人抄经修身养性，我们也能借抄经平心静气。一套手抄心经礼盒，内含纯蓝毫毛笔一支、易德格墨汁一盒100克、清露书院青莲线香一盒2克、般若波罗蜜心经10章、吉祥经10章、唐诗精选5章、唐宋词精选5章，一整套礼盒配置齐全，足够你静静焚香、辗转、蘸墨、描写。世界很纷扰，但你会发现其实静下心来不难。48小时特惠手抄心经礼盒，现价82元，原价128元。12月2日23:59结束。新注册的用户还可以领200元优惠券。好的书写体验需要好的笔墨和氛围来搭配，他们找来了优质的笔墨纸，将纯蓝毫毛笔蓝毫粗锋精细，能表现微妙的细节，非常适合用来抄经。易德格墨汁，易德格有100多年的历史，练过书法的人几乎都知道，它的墨色深而亮，不腐不臭，四季可用。熟宣撒银纸，选用上等熟宣，手感厚实，书写流畅，不晕墨，闪闪银屑散落其中，抄完之后装裱起来很好看。宣纸共30张，内含般若波罗蜜心经10章，它是佛教第一经典，也是佛教中字数最少、影响最大的经典。吉祥经10章，它记录了世间38件吉祥事，是日常修持的入门佛经，内容简单易懂。心经及吉祥经字体采用了知名书法家的原创楷书，美观易写。唐诗精选5章，唐宋词精选5章，精选了一些文词优美、意境深远的唐诗宋词，供诗词爱好者抄写。字体选用的是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楷书，作为楷书入门，练起来非常实用。清露书院青莲线香，古人抄经读书必焚香，这款青莲线香香气优雅，经久不散。它由江南画大师吴清按古法研制，一纸能点30分钟，驱虫避秽，凝神定气，包装大方精美，送给朋友很有心意，买给自己让抄经成为每日的静心修行。48小时特惠手抄心经礼盒，现价82元，原价128元。12月2日23:59结束。新注册的用户还可以领200元优惠券。悟道是一个为传统手艺人、当代设计师、艺术家搭建的开放平台，他们希望通过独特的设计，将精致的中国式生活重新带回国人的生命中。他们信奉的精致生活是物有悦人之美，人有惜物之心。今日话题，心烦气躁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方法让自己静下来？欢迎留言。12月2日我们将选出一位留言读者，送出手抄心经礼盒一套。点这里购买手抄心经礼盒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